三位各自代表着剧中非常重要的角色，还有精神。而其中这一位最特别，马文龙先生，他是大道城人，所以在虽然侬电话可以讲啊，是，因为即摆你爬起主席，你能帮到哪个好呢？我喊他带三百个票差点，所以如果真难解决啊，就用手机这边弄来看。哦，就你怕翻大料了，怕发生这样，未歹，就你这个意啊，这现在公司啊，那种规定你去跑两个街头，是，我多看点介绍别人去的。真的太厉害也感谢你在这次里面有精彩的演出，饰演的是这个茶行的老板。那在旁边这位饰演的是你儿子，好心，好心，今天打吧。石一男先生这次加入了三立电视，那么演出了我们的这个《旗舰大合剧》。那在里面呢，他有非常吃重的角色，他一人要分饰两角。那么在里面，他也有非常多特别的一些，包括了演戏当中心情的转换。在正式观片之前，今天的片花绝对让三位格外感动。你有什么要在看片之前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心情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这几天喉声音沙哑，对，然后很开心，我第一次跟三立合作就有这么一个很美妙的经验。那也谢谢天伦，还有我们青睐潘姐。10年前我跟她合作《浪淘沙》，10年后又再一次合作这么经典的戏剧，完成了我一个做演员的算是梦想、骄傲跟荣耀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尽在不言中了。对，一个好戏，你们看了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努力，多么的用心。对，声音有点低沉，不好意思。还蛮性感的，OK 的。对，那在您的旁边这一位是我们在戏中扮演的是一个女演员，但是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生的角色，勇敢追逐梦想，完成自己的人生。它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。柯佳嬿这次也是强势回归，在这次演出当中，你有什么特别在观片之前想跟大家分享？这是我也是第一次参与完全台语的戏剧演出，然后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《紫色大道城》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演出那个年代感，还有要标准的台语这样子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戏，在台湾其实要拍年代戏是比较不容易的。然后这部戏谢谢很多人的帮忙，然后谢谢青睐给了演员的一个很好的环境，每天都好像坐上时光机回到100年前。然后3月4号要播第一集，非常期待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，就是这片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。他支持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。然后此刻呢，就在他们说话的同时，因为今天有一位贵宾也要莅临到我们的现场，欢迎是台北市长蔡英文先生。市长好。市长好。市长刚刚来到这个地方，那我手上拿了一个东西，这是西南今天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我这2天特别制作的马卡龙，因为大家知道我会做马卡龙嘛。那我在这几天特别赶工，然后希望分送给大家这个幸福的感觉，也是很用心的感觉。然后这个马卡龙是特别为大道城所紫色大道城设计的，它的马卡龙是像那个画画一样，对，好，到时候你们可以打开看。好，那这3个就让你送给贵宾之后，我们即将要正式观影，可好，以吗？市长、总经理，还有我们的张会长。董事长他是一位自己钻研甜点的非常有成就的年轻人，他把他亲手做的甜点要送给你，对不对？然后旁边是张局长，对，这是西一男对紫色大道城心意，然后要送给我们的总经理，谢谢三位贵宾。